2021年10月17日23:45，艳阳普照的日子真让人心情舒畅。尽管现在已是深夜，他们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。当你置身于此，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。一开始我以为他不一样，可原来这个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一样。2021年10月18日，他会进入城堡，他会变身成一位公主。走廊好像很长，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像一分钟很快就会过去，就像他终于看到了花仙子，其实是可以很长的。但现在我看着时钟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从这一分钟开始编完这个文案。你把人家兔子压扁了一个。来录视频了。叮咚。有自信了呀。Elsa,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? 咱们就是说，现在就想拍。Day two.想去见林娜贝尔，我要去见林娜贝尔。徐老师，我们来到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工作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一个神秘的微笑。嗯嗯。小徐说，我暂时还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。你看这句话是非常的矛盾。最快乐的地方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快乐。看你自己快不快乐。我工作又令我快乐，所以就是方便快乐。你的表演有什么最期待的环节？如果你有时间去园区里面走一走，我会非常的开心。去园区里面走有什么目的性一定要达成的事情？你声音真的很大，不错。你之前来迪士尼来多吗？来过三次，四次，这是第四次。三四次的样子。那你之前来迪士尼一般都做什么？玩啊，就是玩项目呢，还是拍照呢，还是逛上超市？各种拍照，其实就是感受那个氛围。我不知道玩的是什么，就是感受氛围。其实我喜欢那个小矮人，观赏类，海盗，加勒比海盗，和那个我喜欢，那叫什么飞越地平线，那个真的绝了，那个它就是还有味道，有那个草原的味道，然后海洋的味道，然后还有那个。还有喷水，还有刮风，然后坐第一排就喷。看一下公主的脚下，穿了一个草莓袜子。You look beautiful. Just like my sister Autumn. Elsa,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? You know I always do.仿佛是进了一个新世界。公主，你今天来这里参加活动，看到了一些迪士尼的好朋友们吗？看到了迪士尼的好朋友们。现在心情愉悦吗？激动吗？亢奋吗？其实是激动，是亢奋的，是不是？但你只是没有见到你的女儿。就是说是快乐少了一点。太期待了，我们这次就像开盲盒一样，不知道下一次可以见到谁。啊，送点吧。没有。夕阳日里跟人家撒娇。可以摸一下吗？戴头像，我给你拍张照。你在视频里截个图。
摸了一下。公主的世界充满了悲伤。刚刚戴上了女儿的头箍，满足吗？满足了一秒钟。你刚刚看到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？朦胧，充满着快乐。你女儿也在工作，你要想她在平行世界里和你一起努力。配的人，配的人去里努力，配在某个角落努力。如果没有缘分，说不定我们会在某个通道遇见。她眼眶湿了。给我们看看你的林娜贝尔。哇，真可爱呀！好，下来。这个也能联想，那个手戴的是什么？米奇。你骗人！羡慕人家，我去羡慕人家。From the pilot to the world.